大家好，这次分享 AI 绘画 Stable Diffusion 简单使用秋叶 4.6.1 整合包，适合入门小白。下载链接可以在简介里看到，和之前这个分享的视频链接是同样的。打开链接后会是这样的，这个文件后面有 4.6.1， 就是最近的版本，在右边可以看到修改日期为2024年1月28日的版本。接下来的 Stable Diffusion 都会简称为 SD。下载文件后可以看到文件大小是 6GB 多的。解压时要留意，不要解压到带中文字的路径里，我是解压到 G 盘的 AI 文件夹里。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有之前的三个版本。这个整合包文件里是有一个 4.6.1 文件夹的，所以解压时不用再增加一个文件夹。如果你的系统里没有安装过 SD， 有可能是需要安装这个运行依赖的。打开这个链接，下载这个依赖文件，再安装它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就不下载了。安装时按这里的 Yes。 在这个网盘链接里还会有 ControlNet 的模型可以下载。文本里也提示到下载这些模型后要保存到 Models 文件夹下的 ControlNet 文件夹里。左边这些 ControlNet 模型都下载保存到右边这个 ControlNet 文件夹里，或者可以保存到 Extensions 文件夹，这个是安装扩展的文件夹，找到 SDWI ControlNet 里面的 Models 这个文件夹，也可以把全部 ControlNet 模型保存到这里。秋叶整合包里只有一个动漫模型，先去下载这个接近真人大模型。这些图片都带有提示词参数，可以下载来使用或打开图片复制图片里的参数。按右边这个 Download 按钮就可以下载模型。打开刚刚才解压好的秋叶整合包里的 A 绘事启动器，打开后会看到再下载一些文件，这些是启动器要使用的文件。有些网友网络问题可能下载不完整，也会令启动器出错无法使用。现在这个文件夹大小是 12GB 多的，这里会看到绘事启动器，左上角是绘事 2.8.0 版本。按左边的版本管理，等一下可以看到不同的 SD 版本。现在这里使用的是第一个的 1.7.0 版本，这个才是 SD 使用的版本，而不是左上角的绘事 2.8.0 版本。如果网络正常又已经出了新版本，按刷新列表会看到新的版本。按左边的高级选项，这里选对显卡，如果不是 NVIDIA 显卡那就要选 CPU 了，会慢很多。这里选显存，显存 12G 或以上的，选无优化 12G 以上，显存 8G 的，选仅 SDXL 中等显存 8G 以上，显存 6G 或 4G 的，选中等显存 4G 以上，显存 4G 以下的，选低显存不足 4G。 这个一般选第一个，尝试使用 XFormers 推荐。有些显卡生成图片会卡住或生成图片有问题的，都可能和这里的一些设置有关。这个是改 IP 的，如果有多个 SD 就可以修改这个，或使用不同的端口，这样就能同时打开多个 SD 了。按左边这个灯泡可以在白色和黑色界面转换，也会影响进入到 SD 时是白色还是黑色的模式。
按右边的一键启动就可以启动 SD 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刚刚的大模型已经下载好了。大模型下载要保存的路径参考位置在我现在 G 盘以下这个路径的文件夹里。这里可以看到现在有四个启动的参数。Film Dark 是黑色模式， Sformers 可以加速生成图片， API 可以给 PS 之类的软件使用， Auto Launch 是自动打开浏览器。这里再看看之前 AgainMix 1.8 的一些参考图片。这个是我使用的比较多的放大算法，容量少速度快生成的图片质量也很不错，也建议大家使用。这个 AgainMix 模型生成男性比较正常，一般输入 boy 或 man 时不容易生成出女性图片。现在放大算法这里还没有刚才那个放大算法，先试试生成一张图片看看，因为秋叶整合包安装了 SDWI Prompt All-in-One 扩展，所以在提示词下方多了很多可以选用的提示词，可以直接按一下就可以使用了，不用手动输入。上面是想要生成的正向提示词，下面是不想要的反向提示词，选好提示词就可以按右边的橙色生成按钮来生成图片了。打开这个后台可以看到生成图片的进度，这里是生成图片所用的时间，右边可以看到显存使用的情况和显存大小。现在放大算法这里都是 SD 自带的，效果都比较一般，生成接近真人效果图选 RSUGEN 4X 加，生成二次元效果图选 RSUGEN 4X 加 Anime 6B， 这两个会好一点。这里随便选 SUGEN 4X 来做高分辨率修复，来放大图片。在随机树种子这里，数值是负10是随机的。在生成图片后，图片下方会有图片的参数，也会看到使用的种子数值。按绿色的按钮，就会把右边图片的种子数值输入到左边的随机数种子框里。按绿色按钮旁的骰子按钮，就会把种子值变为负1。生成图片过程中会停在 48% 位置开始放大图片，如果图片尺寸设置太大，显存不够会出现 out of memory， 就是显存不够，这样就要调小图片尺寸了。生成图片要留意一下，一般模型在没有指定衣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没有穿衣服的图片。修改一下提示词再生成图片。现在转用 AgainMix V1.8 接近真人的模型试试。这个是国内的 AI 网站吐司网，如果不能打开外网的可以在这里下载模型。打开这个网址下载这个放大算法，这两个版本都可以。下载好的放大算法一定要把文件搬到以下这个路径，需要重启 SD 才能看到刚放进去的放大算法。这个是国内的 AI 网站 LibLib 网，
这里也有很多模型可以下载。也下载这个 2D 的大模型，等一下生成图片试试。这里是之前已经把浏览器下载设置保存到对应该大模型文件夹里。再生成图片测试一下，不使用这些提示词功能，可以把它收起来。现在把放大算法换成 Resgen 4X 加，再来生成测试一下。这里打开另一个有几十个的放大算法网站来下载想要的放大算法。这个放大算法的效果挺不错的，也建议大家使用。在图片下方这个文件夹图案是可以快捷打开图片存放的文件夹位置。如果想在生成好每一张图片的同时也保存一个文本文件，方便之后查看图片参数，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勾，再重启 SD。现在来安装一个挺有用的扩展，按上面的扩展，再按可下载，按加载扩展列表，接着找 Aspect Ratio Selector Plus， 这个扩展是可以快速调整图片尺寸用的。找到这个扩展后，按右边的安装，等它安装好就可以重启 SD。安装好后，这里会有这行提示。接着重新启动 SD。这里把刚才下载的放大算法搬到对应的文件夹里。在重新启动时可以留意看看后台，有时会有一些报错提示，那就要留意是哪个名字，很多时是扩展出错。这里找之前生成好的图片参数来生成，文本文件就是刚才在设置里修改的，生成图片时同时生成一个文本文件，里面会有图片的参数。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把用 SD 生成的图片直接拖到提示词里使用，正向或反向提示词位置都可以。而这里刚好出错了，但后台没有报错，但这个功能失效，所以要再重启 SD， 再次拖图片进去，提示词位置也没有反应。现在用另一个方法，复制文本参数到 SD 里使用。可以看到 SD 卡住了，后台没有报错。先按这个终止进程，再按一键启动，来重启 SD。
重启 SD 后，现在再拖图片到提示词位置，可以识别到图片的参数了。再按这个斜箭头按钮来把参数填到对应位置里，可以看到图片尺寸和打开高分辨率修复功能和选用哪个放大算法，还有下面的随机数种子都是自动选好。现在再来生成图片，这样生成出来的图片和原本图片的效果会很接近。现在再用文本里面的参数来生成图片。在选取参数时，可以按住 Ctrl 键加向上或向下键来控制提示词的权重值。操作是先选取单字或句子后，可以按住 Ctrl 键加向上或向下键来控制提示词的权重值。覆盖设置可以保留或不保留，保留是会跟之前图片参数一样。这个是刚才安装的快速调整图片尺寸的扩展。这个扩展使用的这些尺寸都可以自己修改成想要的尺寸大小。打开 Extensions 文件夹，找到 SDWIR Plus 这个扩展。左边这个是之前修改的，右边的是原本的尺寸参数，其实可以直接复制过来。不过这个很简单，修改一下给大家参考。修改好后，记得保存文件，在下次重启 SD 时才会生效。如果不需要把 SD 给其他软件使用，如 PS 这类，就可以把 API 这个启动参数关掉。重新启动 SD 后，刚才修改的快速调整图片尺寸扩展里的尺寸已经被修改了。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尺寸是 512×512、512×768， 我会多这个 544×960， 这个放大后可以做成 1088×1920， 还有 SDXL 使用的 1024×1024。现在把大模型换成 AgainMix CG2DV2， 生成 2D 的图片试试，把图片拖到提示词里提取图片参数。换成另一个放大算法，这个放大算法文件比较小，生成图片的速度会比其他的放大算法快一点。先把高分辨率修复关闭，快速生成小图。
这里记录一下生成时间。把放大算法换成 Resolution 4x 加 Anime 6b， 这个适合生成动漫图片。这里记录一下使用的放大算法和生成图片的时间。现在把放大算法换成 Realizer General WDN X4V3， 再来对比一下生成用的时间。这个放大算法会比刚才那个快一点。再来教大家可以提升生成速度的修改，在设置、优化设置，把这两个值都调大一点，可以加快生成速度。保存设置后重载 UI。刚才这两个值不要调太高，不然图片质量会差很多。使用刚才图片的参数值来再生成同样的图片，可以对比一下图片生成时间和质量。把种字数使用同样的再试试。修改设置后，生成图片的速度加快了。对比一下两张图片的效果。两张图片的效果很接近，区别不太明显。把 VAE 文件换成下面这个比较常用的，再试试。左边这张是新的，颜色会鲜一点，右边这张是之前的，颜色会灰一点。现在再来用链接安装另一个扩展试试。这个链接也是扩展的官网，可以把这个链接直接在浏览器里打开它的官网。SD 按扩展，再按从网址安装，再扩展的 Git 仓库网址，把刚刚的链接粘贴上去。按下面的安装，等它安装好，再重启 SD。可以打开后台，会看到再加载一些文件。
安装好这个扩展后，会在上面看到通配服管理页面。现在这里还没加入常用的提示词。打开新安装的这个提示词扩展文件夹，找到 Wildcards 文件夹，就可以把一些自己常用的提示词放到这里。提示词的格式是可以单个或多个，用逗号分开。按这里就可以刷新刚才加入的提示词文本了。但我发现这个扩展和另一个扩展有冲突，无法正常使用。现在先把另一个扩展关闭，测试一下这个扩展给大家看看，因为我自己是不使用这个秋叶安装的扩展的，这个扩展经常会出错。使用这个提示词扩展，只要在提示词位置输入两个下划线，就会弹出选单了。这里换一个大模型再试试。这里剪掉中间生成图片的部分。现在这张图片尺寸是1024×1536。如果想要放大图片尺寸，可以按这个图案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做放大，把从绘幅度值调小一点，不然图片的样子会变化较大。在脚本里选 Ultimate SD Upscale， 放大算法选自己常用的，类型选 Cheese， Target Size Type 选项 Scale from Image Size， 尺度为2，就是放大两倍。调好参数后就可以生成图片了。这里可以打开后台来查看进度。按图片下方的文件夹图案来打开文件夹位置。现在这张放大后的图片尺寸为2048×3072。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请加个订阅，到时更新的视频时也可以及时看到。最后感谢收看。